好，我们接下来哦，请我们全畜部啊的代表。今天因为好像只有一个副市长来嘛，啊，所以我几件事情大概麻烦你带话给部长哈。第一个，我上次说考试院跟学畜部报告互相抄袭的这件事情，不是后面草草改了就结束了，我要就责。现在就责的结果是怎么样？请部长给我一个清楚的答案，可以吗？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反映在预算审查上，可以吗？这我会道个歉。